一说到大熊猫，相信大家都是十分的熟悉，什么黑眼圈、睡神啊、吃货啊、萌萌哒呀、巴拉巴拉，这些都成为了他们的标签。但是你知道大熊猫有几个手指吗？众所周知，这大熊猫可是一个古老的物种，经过千万年的演化，它们的手指已经进化成了六根，而多了的这一根被称为尾拇指。你可不要小看这根尾拇指哟，有了这根尾拇指，大熊猫们吃东西的时候就非常的灵活了，无论是竹笋竹子还是苹果窝窝头都可以灵活自如的吃。所以大熊猫可是有六根手指的哟，你记住了吗？